你有男朋友吗？我跟我哥直播了两三年了，今天终于听到你问一个女生有没有男朋友了。以前都是我问，那我装一下不行的？还好，没事，家庭地位都是 OK 的，知道吧，兄弟？没事，放心，我媳妇安排的蜜月真的赶快。哎，老妹，你这个什么局啊？老妹，这老妹，李白吗？没想到一向憨厚老实的大洋哥，骚起来真的是旁人都黯然失色。就在介绍完优乐美优果奶茶后，大洋哥彻底暴露本性。冬天我们要喝优乐美，这什么？这多少瓶？我要喝五瓶，五块钱一杯是吗？五块钱一杯，75，75是吗？给他们2万单，这个是个福利品，好不好？1万单，15000单，有原味，有香芋，有草莓，有麦香，好吗？就15000单，准备39.9元，一杯等于2.66元，上车。钱，大兄弟们钱。这是混血。混血儿，对，兄弟，大爷又要装逼了。你站的地方都是我，给老妹上条龙，都被你搞。不是你老妹的衣服喜欢吗？拿100件给他带走。我的肚量都很大的，对，我的实力，穷控，以后不要再说我什么抠门，说什么色阳。今天我这里看老妹儿，你感觉我怎么样？